佑家族和碰碰狐鲨鱼宝宝一出场，唱唱跳跳，台下每位小朋友好开心，化身为小粉丝，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，在座位上跟着舞动双手。这场一起跳一起唱的活动由基隆市税务局结合佑佑家族举办，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来推广云端发票，深受大小朋友喜欢，宣导活动相当成功。市长谢国良也亲自来到现场，与所有的亲子同乐，一起拍大合照。你们喜欢碰碰虎吗？那你们喜欢柳丁哥哥吗？所以今天小爱爸爸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，跟大家一起来开心，跟大家一起同乐。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都来基隆，跟我们一起快快乐乐过个周末。我们以后继续办这样的活动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活动呢是有邀请到东森悠悠台的大哥哥大姐姐哈、哦，那还有碰碰虎的大玩偶。让大家合照，那来的小朋友都非常高兴，好，可以领蜡笔、涂鸦，那还有神秘小礼物，小朋友都很开心。就是节能减碳，结合云端发票，就是财政部的统一发票、云端发票的宣导，让小朋友从小扎根。活动中，悠悠家族也穿插有奖征答、送小礼物与小朋友互动，透过轻松活泼的方式进行租税宣导，让参加的民众印象深刻，也让每位亲子朋友们一起共度了欢乐时光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